家好。去年五月份，我在院子里的山坡上种了身后这两颗魔法猕猴桃，这是雌雄两株种在同一个坑里的。以为小的时候用铁网保护就好了，但是藤蔓高过网时，鹿就把嫩芽给吃了。我就把网升高了，结果下面的叶子和花又被吃了。今年是没有收成的啦。我家领导就建议把它移到后院去。我查了一下，这种产量大、果实无绒毛的猕猴桃是可以种在半阳处，所以趁着入秋，天气凉爽，两天后会下雨，我今天就来移栽了。先取下杆子上挂的金属网，再刨开根部四周的土。这两棵雌雄软枣猕猴桃树从苗圃买回来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塑料花盆中的，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坑里种上两棵树。在这一年中，雄株长得很快，藤蔓有3米多了，而雌株却不到1米。春天开了十几朵花，因为没有雄花就没有授粉，也没有了果子。现在基本挖开了，然后取一些沙土，这个位置的土是沙质的，而后院的土是黄色的粘土，土壤需要改良。把这种沙土取一些出来，与后院的黄土混合，可以让它们更快地适应新环境。用镐子撬一下，松一松，两颗缠绕在一起的树根就整个取出来了，装进一个大盆中，沿着台阶搬到后院去。这个季节，紫苑花盛开了。路过前院的小花园，薰衣草、黄菊花、美丽日中花都在争妍斗艳。穿过去年种下的盆竹，进入后院。这个坑是前几天挖好的，已经埋了一些鸡粪和堆肥土在下边。仔细来看看，记得这颗是雌株，粗的是雄株，这大部分的都是雄株的藤蔓，雌株藤只有这么短。现在来种下去吧，撒一些有机的颗粒肥，与原土混合，再加一些前院的沙土，把两株树都埋下去。压实，浇水，再进行入冬前的修剪，把雄株的藤蔓剪剩8个芽点就可以了。
雌株本来就短，就不进行大修剪了，只剪掉一些根部杂乱的交叉的枝条和叶子。最后，这就是它们的样子。去掉的这些藤条可以剪成小段，像这样扦插起来，留给有需要的朋友。期待明年软枣猕猴桃树能结果，到时我再更新。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